脚确实就缺我来照顾了。你是怎么的？你是来找女儿，还是来找爸爸找女儿？超哥，超哥是在给儿子找女朋友。好，我就这位年轻的 Cinderella， 哎，小哥的眼泪 ，Cinderella 什么的眼泪，也是江西景德镇的眼线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很好笑。一个江西景德镇的眼线，要选 Cinderella 的眼泪是吧？对啊，非常搭配。Cool. Really? Of course. 那我只能先说对不起了。对，我还可以，哎，帮我翻译一下，我还可以去。Always, you can talk with that. Wow. Maybe like keep running. Keep running. Okay, sorry. Singer.